学个刀是原面是使用了30年，就是他每天用这个刀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削了一个苹果给他的老婆邓泽，说这把刀以后呢，原面是走了以后呢，邓泽每天用那个温水泡在那个杯子里，泡在茶杯子里，一直放在那里，每天都如此。这把刀呢，邓泽阿姨呢就给了我，放在我那管理去了。这件衬衣是圆圆是生前最珍爱的一件衬衣，他在出席很多活动上面啊，接待外宾的上面啊，到田里去的时候都穿着这件衬衣的。这个棉裤子是圆圆是以前70年代在安江农校的时候，在搞科研的时候穿的一条棉裤子，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勤，所以呢，他这裤子呢就缝缝补补，使劲的补，补了很久以后呢，后来实在补不下去的呢，就把改成了一个烤火的一个被子。